芭比，我今天带你去菜园里摘点辣椒吧。你平时最喜欢吃辣了，以后炒菜都可以放一点。啊，肯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还穿了小白鞋呢，你看都有点脏了呢。哎，也怪我没有提醒你。这样吧，你上来，我推你走。真的吗？嘿嘿，来喽。耶，出发喽。嘿嘿，好开心好开心。芭比到了，快下来吧，你看那边有好多的辣椒啊。哇，真的耶，长长的辣椒。走吧，肯肯，你快看呐，这里有好多好多的辣椒。是啊是啊，快点摘点吧。我要摘这个最长的。芭比你小心一点。没事儿的。芭比你也太女汉子了吧。来，我再帮你摘点。芭比你看我摘的多不多呀？肯，你太厉害了。哈哈，只要芭比爱吃，我一定多给你摘点。肯，我们去放到车里吧。走。好了，放到车里边吧。芭比，这些够了吗？够了够了，吃没了再来摘。好，那我们可就回去了。嗯，走吧。肯，我来帮你推。谢谢芭比。哎呦哎呦，还挺沉呢。肯，芭比你今天要带我去哪玩啊？嗯，咱们今天去菜园子里摘点青菜吧。好啊好啊，走吧。走。芭比芭比，这个花是什么花啊？好漂亮啊。这个是秋葵的花。秋葵，我闻闻香不香啊？嗯，没有什么味道哎。它不是鲜花，当然不香啦。这个是秋葵的花，就是你平时吃的那个蔬菜干。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哦，好啊。你看你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原来这就是秋葵呀。哈哈，平时喜欢吃它的蔬菜干，它这样长在地里我还有点没认出来呢。你看你看，这里还有好多花骨朵呢，等花谢了就会长出秋葵的果实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芭比，那我能摘一点回去吗？当然可以啦。耶，这个摘回去我可以给你做一个秋葵炒肉吃哦。好啊好啊，听起来就很好吃。我快把它摘下来吧。来，我们一起。哎呀，还挺难摘的。使劲儿，芭比你使劲儿啊。我使劲儿呢。芭比芭比，它断了，快点使劲，我们把它拔下来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芭比，我们先把它放这儿吧，然后再去摘一点，这些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。好吧，放这儿吧。好了，走吧。嗯，芭比你看这个行吗？嗯，可以，就这个吧。好，使劲儿使劲儿，加油啊弟弟。哎呀芭比，我都已经很使劲了，你是不是没吃饱饭呢？哎呀，你个小男子汉，你多用点力气。哎，芭比你给他送过去吧，我再去那边挑挑。那你别跑远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嗯，看起来这个还不错。芭比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真的好慢呢。那我自己先摘吧。嘿嘿，哎呀，一个人的力气也真的是不够啊。嘿嘿，弟弟弟弟，我来了。芭比你可回来了，你还自己在这摘呢，你以为你力气能有多大呀？哈，快点快点帮我吧。来了来了，弟弟你拿得了吗？拿得了拿得了，为了吃我重我都拿得了。你就知道吃。哎，走吧。好了好了，快点放这儿，累死我了。弟弟慢点。芭比，我们已经有三个秋葵了，够了吧？够了够了，够炒一盘了。哈哈，那我们回家吧。走吧。芭比你可要坚持住啊，可别把我的秋葵摔坏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你小心一点吧。
凯莉，今天在公园玩的开心不开心呢？开心，特别开心，有好多小伙伴呢还。这回你不求着我天天要出来了吧？嘿嘿，那我们就回家喽。嗯，走吧走吧，凯，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呀？有没有人呀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嗯，凯莉，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呢？嗯，好像是有人喊救命的吧。我听着也是呢。看看这有没有人呢？嗯，肯，咱俩去前面看看吧。好，走。救命啊！这里怎么有一条美人鱼呀？哇，这个美人鱼好漂亮啊，肯。哇，你们两个终于发现我了。我在这里喊了半天救命了，都没有人理我呢。美人鱼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你是怎么了呢？是啊是啊，这么漂亮的美人鱼不应该在大海里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我是被海水冲到这里的，我的尾巴受伤了，施不了魔法，所以我回不去家了。那美人鱼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是呀是呀，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？你们两个可不可以把我的尾巴简单的包扎一下，然后把我送到水里边去呀？我是一条美人鱼，离开水我是活不了的。没问题没问题，我先帮你看看尾巴怎么样了。嗯，这里有一个小伤口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帮你贴一个创可贴应该就没事了。好了好了，用不了两天伤口应该就可以愈合了。美人鱼，你就不用和我们客气啦。嗯，我们现在送你回家吧。肯，你慢一点哦，千万不能把美人鱼给摔了呀。知道了知道了。肯肯，快过来呀，这边有一片水。来了来了。美人鱼，这片水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只要我有了水，我就可以施魔法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回到大海里边了。肯，那你快把它放到水里面吧。好，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有水了，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，美人鱼。再见了，好心人。再见，美人鱼。美人鱼。